就走。这嗓音是不是很熟悉？歌声震撼全场，先前外界早就猜测，这肯定是铁肺歌后彭佳慧。你何必蒙面呢？啊！你的声音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脸孔，你一开口，大家就看到彭佳慧。而另一个引起大家好奇的，还有这一位。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，当作背景。蒙面的魅力也吸引到几乎从不上综艺节目的杨乃文。他说，向来觉得自己没有综艺细胞，又容易紧张，这是他登上的第一个大陆综艺节目，精彩演出果然不负众望。记者戴律综合报道。应该没有什么。